中信福音中心将于8月2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举办最新联邦医疗保险相关资讯实体及视讯讲座，邀请拥有多张保险证照保险服务咨询专家 Matt Chen 陈宏明来介绍联邦医疗保险 AEP、OEP、IEP、SEP 的申请期以及如何申请，联邦医疗保险补充计划与优势计划的比较，以及药卡的选择。实体讲座地址在南湾中信福音中心 Cupertino 10975 North Wolf Road，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加。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并请注明课程代码 SM330。 更多详情请上网 CCMGospelCenter.org 查询。真心爱台湾 Amazing Taiwan 结合国际青年亲善大使的巧思构想为推广台湾文化，并与公益团体结合融入社区，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，将于8月25日晚上6点到8点半在 Milpitas 的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办台湾半桌之旅庙会篇。会中有精彩节目、三太子大古镇、布袋戏、歌仔戏、民歌等。板桌菜色精致，五色拼盘和传统台菜，并有精美伴手礼带回家，在地友人或外国朋友来体验台湾半桌文化。登记报名请 email 至 amazingtaiwan.usa@gmail.com 或打电话408-916-6688洽询。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，世界日报循例举办欢唱中秋嘉年华活动，也将于9月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 Cupertino Main Street 时尚购物商场举行。活动包括月龄之声及音歌唱大赛、舞龙舞狮、美食小吃、大月饼分享以及台糖兰花特价展销，全日精彩舞台表演。最精彩的项目是豪华经济舱机票大抽奖，好吃好玩的户外盛会，期盼您和府前来共襄盛举。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将于8月31号星期六美西时间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半举办在动荡中用爱安慰身心灵系列网络讲座。本次主题为与哀伤的人同哀伤，失落与丧亲关怀。邀请希望之心创办人、资深安宁照护社工师陈维山女士来分享，当病人离世后，留下来的至亲好友们因为爱，所以感到深深的失落与悲伤时，我们应当如何用心理解他们，如何经历失落与悲伤的历程，陪伴他们在爱中走过悲伤。报名请上网 heartofhospice.org/node/485。 更多详情请打电话408-986-8584查询。